Book 2 35 35 在飞机场我要订到雅典机票这是直飞的航班吗要一个靠窗座位不吸烟的。我要确认我预定的航班。我要取消预定的航班。我要改签预定航班。下一班到罗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还有两个空位吗？不，我们只有一个空位了。我们什么时候降落？我们什么时候到？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这是您的行李箱吗？这是您的手提包吗？这是您的行李吗？我可以携带多少行李？20公斤。20公斤。什么？只有20公斤？什么？只有20公斤。